曹峰啊，你只要跟我讲哦，是什么人叫你去伤害心仪的？我爸这么坚强的人，伊无可能想袂开啦，一定是你，你这个杀人凶手害我爸的性命来啊！我先跟你离婚了后，再跟你塞落去水底，安尼哦，较袂痛苦。你最近该食水饺，我家己做回家。有这个心意哦，你上个 TV 的主意。我包的水饺是一粒一粒，有个大个圆满的，你连我包的拢就卖出来哦。亚春，就只一粒五块尔，我不要闹干你啦。你今日怎么卖呢？你啥？卡叔公，何丽真正有做对不起我爸的代志，你敢会当公平处理？我一定的。何丽啊，买过多少啊？买过多少？曹凤是什么货色？大家都清楚，他的话能信吗？希望你能帮我修理黄心怡，让我顺利的一家做我主。你们曹家在大陆的发展，我也特别找人帮你们打理的。我是冤枉的。你讲利用我的能淡掉，不然我动作啥？所以恁杜家的脑丁，你那是何里叫恁来？你这个假包青天，你要抹黑我？我这边何里在下面叫做金甲挂哦。你和何丽是不是在台湾登记结婚？我爸妈没考虑啊，以后大家不要有来往啊。